今日开始，罗罗子都会一起做早操。素晴らしい今日が来た。昨日の次だ。みんなで体操深呼吸。ぐるりと回って1、2の3。系咁，我唔客气啦。我唔客气啦。好啦，我食饱啦。我食饱啦。小新，我要呢个，多谢。我唔客气啦，慢慢进。新阁下，冇可能。咩哦咩哦，呢度睇嚟呢，睇嚟道门打唔开。
对对，小心。咩？老啊！看呀看，是太。
就嚟够钟食晚餐啦。我唔客气啦，我唔客气啦。我食饱啦，我食饱啦。啊！夜晚你唔准出去啊！如果要出去，同妈妈讲，我同你一起去。叫你叫你嚟叫你啦！不过这段幸福的时光不是持续了很久。星期三夜晚出去乘晚凉的小新一行人，在满月的照耀下见到一只巨大生物。哦，是什么来的？好大个影啊，好大的脚步声。怪兽啊！爸爸化嘅妆同怪兽一样啊！边有啊？讲咩化妆啊？我讲紧怪兽，系巨大怪兽啊！望住呢个巨大嘅黑色剪影，一边大笑嘅系喺车站提供神秘相机嘅嗰个可疑嘅男人。那个叔叔，我叫做恶夜博士，是一个发明家，还是史上最可怕的疯狂科学家。什么话？是你自己说的？不是自己说，是谁说的？我带来的不是怪兽，是白垩纪恐龙。我终于发明了时光机，是咁而家全世界的人都会留意到我的才能啦。啊！咩话？我都想玲珑啤啤怪兽变大啊！问你哋惊未？同恐惧战斗啦！在巨大的力量面前跪低啦。大成功。加火啦！啊！啊！乖乖地瞓啦，早唞。
在来做早操的人入面有两个好得人惊的人。是这样大家都没事嘛。素晴らしい今日が来た昨日の次だみんなで体操深呼吸ぐるりと回って1、2の3是这样我不客气啦我不客气啦星期四早餐出乎意料的是大家都很冷静明明昨日发生了这样的事有种很奇怪的感觉看来那隻恐龙都不危险而且日本目前是还没有规管恐龙的法律的望到颈都长就是这样恐龙的名字都定了好啦，我食饱啦，我食饱啦。系咁。不知道为什么恶野博士还在舞蹈商店前面呢好好奇啊。在舞蹈商店前面发现了恶野博士他到底是来这里做什么呢博士因为知道镇上面的人都不怕恐龙所以现在很生气然后在博士后面的小新偷偷地跟住走了他好像不记得锁门就走了
度有一座好奇怪嘅建筑物，博士一定系喺入面。研究所里面就只有博士一个人，而小新就睇到又奇怪又滑稽嘅博士跳舞啊！呢个就系佢操纵时光机嘅方式，将恐龙召唤到现代嘅重要舞蹈。呼哇呼哇抱抱，吐哇吐哇奇里奇里，拔拉行浮于心。塔瑞尔伊拉姆马雷西龙洛，大卡科约拉莱亚特科罗伊。一切都是一瞬间的事。所有人都一定会跪在我巨大的力量面前。就是这样，第二只恐龙都来到现代了。然后因为羞耻的舞步到召唤恐龙，整个过程都被小新见到晒的博士，为了不被外界知道自己的秘密，想将小新永远困在暑假的世界里面。我是不会让你再离开这个小镇的，你在这里过过一个星期的暑假，将会永远重复下去。什么永远重复？叔叔，你是不是有什么伤心事啊？想喊就喊啦。
是啊，好啊，好啊，好啊，因为坑渠的缘故不可以再向前行了。应该怎么做好啊？哎呀，施工中禁止通行个栏已经冇咗啦，唔通系恐龙行过整烂嘅？老啊！
有水闸挡住了，在这里不可以向前行。如果放低个水闸的话，是不是就可以通过呢？是时候回屋企了。我不客气了。我不客气了。我吃饱了。我吃饱了。啊。哎呀，浸浴真是舒服。夜晚你不准出去啊，如果要出去跟妈妈说，我跟你一起去。叫你叫你来叫你了。出来。当他做尽坏事，到后来会发现。夜晚不敢走得太远，所以都是不要开门。哎呀，施工中禁止通行个栏已经冇咗啦，唔通系恐龙行过整烂嘅？虽然禁止通行个栏冇咗，不过夜晚施工现场好危险噶，都系唔好行咁近。虽然禁止通行个栏冇咗，不过夜晚施工现场好危险噶，都系唔好行咁近。小身睇嚟好眼瞓咁啊。乖乖地瞓啦，早唞。
吓咗一跳。由今日开始早操时间，嗰只好似雀仔咁嘅恐龙好似都喺度。素晴らしい今日が来た。昨日の次だ。みんなで体操深呼吸。ぐるりと回って1、2、3。系咁，我唔客气啦。我唔客气啦。好啦，我食饱啦。就咁样，翼龙嘅绰号定咗落嚟。小心，老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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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啊。好啦，决定出发去找恶野博士啦，小新。博士到底会去咗边度呢？发现到恶野博士，无惊无险找到他了。牧草卷是用来喂牛的饲料，来人类是不吃得的。好，问题来了。小新得到找到博士的奖励，可以得到好好吃的朱古力饼。好彩不是牧草卷啫。你好，我是机械人，咪话我是饭团。我喜欢机械人，
所以我都是机械人。咪话我是饭团。唔系啊！防卫队 ，fire！ fire！ 出发前进。战斗开始，你想要哪一个？来决胜负吧，赢了是我。提示机会，就这个啦。好啊，来决胜负吧，赢了来决胜负吧，打和打和轮盘，赢了。我提示机会，就这个啦。你想要哪一个？来决胜负吧，打和打和轮盘，赢了。地色飓风，前进啦！我输了。完全击倒。做得好，小新赢了。正义必胜。小新，阿苏 ，fire！ 战斗开始，好啊！来决胜负吧，输了。赢得好啊！提示机会，就这个啦。来决胜负吧。咗，系啊！你想要边一个？嚟决胜负吧，赢咗。
事机会，就呢个啦。好啊！嚟决胜负吧！打和打和轮盘，赢咗。来决胜负吧，赢了。被迫飓风，你真到又输了。提示机会，就这个啦。好啊，来决胜负吧。打和打和轮盘，赢了。我输了。激到做得好，小新赢了。战斗开始，好啊！嚟决胜负吧，输咗，赢得好啊！你想要边一个？嚟决胜负吧，赢咗。提示机会，就用佢啦！嚟决胜负吧，输咗，赢得好啊！好啊！嚟决胜负吧，输咗。好啊！嚟决胜负吧，赢咗。被迫飓风，你真到，今次赢紧啦。提示机会，就用佢啦。好啊！嚟决胜负吧。赢了，今次赢紧啦。好啊，嚟决胜负吧。打和打和轮盘，赢了。决胜负吧，赢了。被迫飓风，你真到，我输了啦。激到做得好，小新赢了。小新，阿修防坏底，Fire！
是呀。看来间房道门开不到啊，到底袋袋子姨姨，小心咩啊？睇下睇下，呢度有个牙。虽然我叫小白来接我，但是小白是怎么来这里的？我不客气了，我不客气了。我食饱啦！我食饱啦！啊！夜晚你不准出去啊，如果要出去跟妈妈说，我跟你一起去。叫你叫你叫你来了。装饰，但是对小恐龙猛龙来说太大只了，会吓亲他们。而对好靓嘅羽毛恐龙嚟讲，佢又太朴素，艾尔真系好可怜。有一日，一个仲未有名嘅哺乳动物嘅祖先跌咗入河，艾尔乖乖地瞓啦，早。